三个时期，青阳旗政教合一，道将军相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；弘扬旗政教分立，道将失辱，匡君道民各化一方；百扬旗民主共和，道将庶民人人修办，即世界为大同。世界大同是孔老夫子的理想，历代的儒者也不乏有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胸襟怀抱，而大道之行，何尝不也是各教圣人的共同愿望？如今运转白杨，天开普渡，弥勒应允，真如复兴，白杨祖师正以无量的宏慈大愿，引领着无边的众生，共化娑婆世界，成为弥勒家园。2500多年前，正是周朝末年，礼坏乐崩，道德涂炭的春秋时代，中国山东诞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圣人——孔子。他是集儒家思想之大成，开启道将师儒的一代宗师。100多年前，正值清朝末年，列强侵略，文化沉沦，一样在山东这个日出之地，出现了一道划时代的闪光。这道光芒标志着白杨普渡的来临，陆祖诞生了，他是开启道将庶民的一代祖师。陆祖开示三教一理，五教同源，传授性理心法，提倡纲常伦理，而期许人间净土。由于道将火宅，人人可求可修，可办可成，正呼应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家思想，也预告了大同世界弥勒家园的步步实现。陆祖之后，师尊师母在更恶劣的战乱环境中接续道棒，黯然心灯，而白杨先贤们也在烽火连天的断垣废墟中出生入死，护持慧命。在众多道场前辈中，有一位跟随师尊师母办道，又奉师母之命开荒台湾，进而将大道普传世界各地的老前贤，那就是一生战战兢兢，克念作圣，深得上天赞许与众人爱戴的白水老人韩道长。老前人，民恩荣，
字节卿，号雨林，晚年又号白水老人。西元1901年，生于河北省宁河县潘庄镇。正逢八国联军之乱，降生的第二天便由母亲带到外祖父家避难，因此从小就深受祖父母及慈母的疼爱及教诲，而终生怀念在心。每年的生日，老前人拒绝大家作寿的好意，一个人默默地在房间里反省、忏悔、感恩、思念，静静地度过了他老一年之中最怀念父母及外祖父母的日子。老前人年迈时曾写下了一篇生日感言：3月22日，今天是本人建辰，想起妈妈生我之时，今日下午申时降生，外祖母照顾。23日早晨，即过河坐车，逃奔外祖父乡村。因八国联军打中国，还在变乱之中，妈妈疼爱儿女，受了千辛万苦，把儿女养大。今日想起，令人痛心。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当初未尽孝心，今日悔恨已无及矣。本人已至风烛残年，只有立愿了愿，以报天恩师德于万一也。一篇短短的记载，却道尽了他老无限的孝思。几十年漫长的岁月，竟然抹不去一丝一毫他老清晰的记忆及对慈母的怀念。所以几十年中，只要吃到稍微好吃的东西，他老总是会很难过地说一句：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妈妈在世时都没有吃过啊。孟子说：大孝终身慕父母，他老真的做到了。除了对母亲特别的怀念外，他老对于父亲大人是同样的孝顺。虽然相处时间较少，但孝思何曾两样。民国36年8月15日，师尊定天，老前人同道长及各位前人去杭州料理师尊后事，安葬完毕，10月半回天津，不料父亲大人已于9月13日归天，老前人不禁悲痛万分，而写下一句真诚哀痛的话语：临终未得见面，终身一大遗憾。虽然家国变乱，人事无常，使他老留下无限的哀痛悔恨，但也只能把这份孝思化作立愿了愿，以报天恩师德的艰辛，以及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的真挚。孝经的开宗明义章，孔子说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一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如知之乎？夫孝
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广要道章也说，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。老前人的大德，何尝不是从孝而来？老前人对后学们的谆谆教诲，无非也是叩谨孝道，句句针砭，发人深省。今天我来，我都跟你说说我们自个儿的责任，就自个儿的使命最要紧了。最什么要紧？先得说你爸爸妈妈从小养你这么大，供着我们又念书，给我们洗衣服做饭，好东西给我们吃，我们得要反省一下子。你没有这个思想啊，这是应该的，吃饭剩下给你妈妈吃，像你们这个全是这样的。你这个问问你自己，你吃饭全给剩下给你妈妈吃，不好吃了不乐意吃，现在呢长大了你没有回想，对得起父母吗？所以百善孝当先，我们修道了对父母没尽点孝心，你这个修道白费。我当摊主啊，当讲师成不了道，对父母你全部都孝敬，你还成道？这有一定的道理吗？哪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圣贤先辈？刚才我说了，我摊主了，我妈妈不伶俐，你不孝心，你还说你妈妈不伶俐？圣贤先辈还有说过这个话？我说你没有孝心，你没有做出你有道来，说你妈妈才不信你。早已你对你妈妈不尽心，现在我们求我到了，通通改变。我们得说实话吗？一个孝子也没有。正是不说你反省吗？天道逆行的反个儿啊，你没反个儿啊？为什么天道逆行呢？早已我吃饭吃剩下给妈妈吃，现在我得反过来，哎呦，妈妈剩下我吃，这才叫反个儿吗？早已妈妈起来给我们做饭，现在我们早起来给妈妈做饭呢，你没有做呀？我们通通没有道啊，一点也没做啊，哪有道啊？我修道啊，没有道，没人说你有道，你当摊主了也没人说你有道，有人说你道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有人说你是好人吗？连个好人的名目全没有哦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啊，你对你爸爸妈妈全没有好处，还好人？听过老前人的教诲，每每让吾等惭愧之至。老前人当年书写的《百孝经》，如今悬挂于无数的佛堂内，《百孝经》文更早已成为千千万万孩童的读诵篇章。老前人领导的道场，这一年内在海内外各地的法会，众仙佛借着不同的三才批出篇篇圣训，训中妙训正是《百孝经》的字句，诚如《孝经感应章》孔子所言：“孝悌之志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”诗云：“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私不服。”惜乎人间不是孝，回心复孝天理还。诸事不顺因不孝，怎知孝能感动天。孝道贵顺无他妙，孝顺不分女共男。福禄皆由孝自得，天将孝子另眼观。人人都可孝父母，孝敬父母如敬天。孝子口里有孝语，孝父面上带孝颜。
直聪颖的老情人，在朴实的农庄、传统礼教的环境中成长，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，思慕圣贤思想，长大后目睹国政混乱，外强欺侮，乃立志发展实业，经营大德隆之染厂，以振兴经济，图谋强国。由于生性精干，尽心负责，27岁便升任经理兼厂长与设计师，纵理一切，属下有400余工人。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918事变爆发，接着对日抗战，京津地区首当其冲，打击严重。老前人日日劳神苦思，终因积劳成疾，得3期肺病，大量吐血，导致生机暗淡，心灰意冷。就在绝望之际，忽然天机乍现，中医师孙兰芳老先生引渡他老求道，之后蒙活佛师尊施救，陈科乃不药而愈，起死回生的老前人顿感大道尊贵，性命要紧，乃立志济世救人，毅然舍身办。老前人曾演练三才，朝夕练弹报字，乃至毕生皆进京攻读圣训，因此身体上天慈意，而视天为成，跟随师尊师母伴道多年，亲至名师教诲，深受大德敦化，故毕生师命为谨，师德广布，他老言必称师尊师母，而济师之志，成师之业，又言必称孔子孟子，祈勉大家效法圣贤，做好人道。我们现在修道了，念人书，为什么称呼孔孟之道呢？老师一讲的孔孟之道，孔老夫子一讲是尧舜之道。孔老夫子说，至于道，即得于人有矣，无始有我而这些跟立那个志愿，人家始终如一丁死还是那样。为什么呢？人家明白了，他一张口的尧舜之道，尧舜之道，二帝三王，三王知道吗？夏禹王、商汤王、周文武王嘛，哈、啊，三王嘛。二弟尧舜二弟，他以二弟三王为模范，我要跟他学，他能够成圣，我也可以，就是学而不厌。孟子上有一段，不以圣之清者也，柳下惠圣之和者也，伊尹圣之任者也。孟子可不赞成他，他要学孔子，孔子圣之士者也，应时应地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这样的人。当年孔子周游列国，推行人道，却遭萧姬发坛之辱，陈蔡绝粮之苦，考诸古往圣贤先佛，亦无不是历经种种之考验。老前人一生修道办道所遭遇的考验，可真是重重叠叠，难以细说清楚。在那战乱的时代，枪林弹雨中，他老出生入死过，开荒来台湾，遇到通货膨胀，币制改革，
他老困穷拮据过，为了维持一群同修的生计，开店铺、压面条等劳务，他老都做过。这不打紧，辛苦的累积，最后却被人掏走。动员戡乱时期，在捕风捉影的茶器中，他老在牢狱蹲过。在关考最严厉的时候，道务也不得不停办过。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心浮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验证老前人的一生所遭遇的考验，可真是样样俱全。也因为受过千磨万考，而心性愈加坚韧，经历千锤百炼，而道悟更加宏展。面对考验，老前人自有一番信定，也另有一番善解。他老理解考验是一种筛选，也是一种成全。他老说，考验是天意，人心难以猜测。不好不成圣，不练不成仙，练定的如千淬炼。你来爱顺受，我几笔敷衍。历经数十年艰辛的开荒岁月，前人被一步一脚印，在台湾的乡间走过先渡贫的阶段，敦厚朴实的农家人乃成为早期稻田的秧苗。民国六十年代开始，随着台湾经济起飞，教育普及，年轻的一代或求学或谋生，纷纷从乡下集中到城镇，
乃促成公共佛堂与学生伙食团的设立。道务发展逐渐转型为青壮辈担纲之城镇道场为主。明智渐开，官考渐习，知识分子之涌现，使得道务操办与道义讲解更上一层，而人民财富之累积，也使得公共佛堂越趋宽敞方便，大庙纷纷兴建，更符应法会大班与文教活动之迫切需求。道务分工日渐精细，道亲之成全也越有层次分别与多元化。由于各地皆有大庙、三才及充足之师资，到了70年代，一年当中光是法会就多达数百班，各种道务活动不计其数，学、修、讲、办、行五环紧扣，老、中、青、少、童各层并进，未成洋洋大观的白洋大道场。各位前人的辛苦耕耘逐渐开花结果，各地的道务蒸蒸日上，老前人乃经常驾临北、中、南各地关怀，时而主持大庙奠基动土典礼，时而于佛殿落成讲话，有时法会请求开示，有时大活动安排训词。老前人如法雨甘霖，普润群生，又如木铎敲响，警醒大众。他老已耄耋高龄，由一本初衷，提携后进，教诲谆谆，不遗一人。纵使舌壁唇焦，犹说法不辍，甚且骨折难行，仍四处奔波。感恩四季水。
道化万国九州，先佛早有明训，只待因缘成熟，当经济改善、教育提升、交通便利、政策开放之后，台湾人民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可以出国，而白羊修士就在天命的催促与愿力的驱使之下，从60年代末期开始，由台湾开创到世界各国。老前人体认天命名师的不可思议，也见证过大陆时期的普渡风发，虽遭遇来台的模考困顿，但深信大道将普行天下，故于60年代末即欣然有前往日本之机缘，71年更远飞大洋至美国慈悲，73年首次南洋之旅，前后36天，行经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香港等地，所到之处，有天雨甘霖，润泽群生。82年，足迹更扩及印尼、澳门，不为旅途劳顿，对道亲勉励有加。83年，以94高龄，又前往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及摩里西斯，虽口破舌干，声音沙哑，又鼓起精神，不停教诲。纵观老前人出国产道，自68年起83年，前后15年之间，共18次出入国门，行经10个国家地区，所到之处，或开坛揭幕，或点到说法，或设班兼任，马不停蹄，无一丝倦容。比之当年孔子之周游列国，不遑多让，不怪乎博得现代孔子的美誉。84年元月8日，老前人在他老所创办的西罗信义育幼院主持爱心圆游会，敲下了他老这一生最后一次的爱心锣。2月25日子时，他老在天元佛院的感恩楼中，公园国满，回天交旨，留给后学们无限的感恩与永恒的追思。
水煮人间。
枝山树石如生蔓延，血汗交织老容颜，气候与成仙
三齐末节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纲常颓废，引发了世纪大战争。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国与国的争端加深。1937年再度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造成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众生哀嚎遍野。上天不忍玉石俱焚，善恶不分，遂派遣天命名师普渡三草，开启亘古以来发不泄六耳的盛宴。白水老人韩老前人生逢战事连年，造就了满腔救国救民的大志向，又因佛缘深厚，由楚老前人引导，求得一贯大道，大气展露，得一善而全权福音，立大志向，发大愿力，守住出发赤子之心，以大无畏的精神信守师尊师母教诲，行道60余年，德化万邦黎民，广布师尊师母圣德于四海，缔造了神道社教、道源天下、救拯苍生的大道场。在台湾又兴办了光明仁爱之家、信义育幼院，在泰国也设了光明老人院，一生仆仆风尘，走过了日本、美国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南非、摩里西斯等国家，留下了许多白杨圣迹的见证。白水老人一生以行道济世为旨志，以道化生活、倡导孝道精神为宏愿，人人均尊敬为在世孔圣，众生领航。观道的殊胜在于超凡入圣，超生了死，众生迷昧，难是珍宝。后学们请听白水老人诉说道是亘古不轻传秘宝之因由。胡霍老师拿那苗头纸墨纸写的字，墨后脸对墨后拿手一拍，哎，那纸上的都透出济公活佛四个字，哎，我是惊奇啊。后来活佛老师跟大家全说完了，顶到下午了，人说我们开个1万，大家说好不好，问大家，我说好，别人没人说话，我说好。哎，济公活佛老师憨的说，我这个医院不治你那个病啊。哦，吓我一跳，他怎么知道我韩天寿呢？那里的人我全不认识啊，一个人不认识啊。啊，心里一起劲，以后听人家说什么呢，你修道得改毛病，去脾气，改这个毛病。后来最末后人家讲啊说呀，我也听不大清楚，刚求道全都不明白嘛。顶到晚上了，大家人家发心愿，没有我呀，我就看着。我这最末后晚上，活佛老师说话了，说你们大家全有这种心愿，老母太高兴了，所以今天老母慈悲，就给老母预备一桌菜呀，上供啊。说活佛老师说了，不管你什么病，老母慈悲，一律全都好。我在后边一听啊，啊，我到前面去了。说我拿筷子夹了一口菜，吃了一点东西。冬天嘛，10月了嘛，很冷的，凉凉的下去，我天很害怕。大家很高兴，活佛老师说了，韩天寿，你赶上这个机会了，你有这份愿呢，你是为师的弟子，我给你派3种责任。头一样，练习抄写报告。2样，校对。3样，文度。所以你给老天办道，你的命啊，主权在上天。你给老天办道啊，你死了叫你复生。因此，这个
我发的心愿，我病好了，事业不做，家不要。顶到28年这一年，我们父亲，我跟我父亲一说，我父亲说的，哎呀，你孩子还小啊，我们生活没有啊。我说回老家吧，家有房子有地有饭吃啊，天津咱都不住了。我父亲全掉眼泪哦，各亲戚朋友说，您多少20年的时间哪找这个事情呢，你给个县长也不换呢，那不做了的。我说我心里的愿，即使就是事情我不做了，家我也不要了。一到天津骑脚踏车哟，30多里路啊。啊，道长子说了，哎，老师来了，你回来正好。明天都是3月15老母大典呢、啊，老师要开给他呢。韩先生，来来走，大家都见老师去了。转过天来，3月15，见老师，老师请老母到坛，老母到坛，还有李路李慧，老师跪在那儿，求老母慈悲。所以这个大责任呢、啊、孩儿担不起啊，求您让您免了。老师跪那儿给老母磕头啊，2个小时的时间呢、啊、后来对报后，老母说好了，从今以后全都没有了，以田地为顶炉。所以顶现在嘛也没有那个芦荟了，现在我们大家虽然修道，以田地为顶炉，大家寿袍啊，大家全不知道。我们老师民国19年领田命，2人领田命普渡3草，亘古以来没听说过哟。我们老师师母那个师兄弟全是17代的弟子，说2人领田命不算，没有这话，人家全不相信。说2人变成夫妇的名分办到，自古以来也没有。人家毁谤我们老师师母，人家不承认呢。所以我们老师师母，哎呀，那个苦恼啊！你说这算什么话？变成了夫妇的名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我们师母恨不得要自杀呀！啊，各处先说闲话啊，大仙要求道。跟着我们老师师母的那个有几位办道的啊，反过来知道这个根本，反过来又拜我们老师师母。所以济宁那个地界不能待啊，人家毁谤啊。那时候的先佛就说，不久将来普遍世界各国，3、5年普遍中全中国，将来要普遍世界，3期末届年儒教授院，将来老祖师出世平授万教，道的宗旨化天下为一家，化世界为大同。那时候先佛这么一说呀，我们也就这么一听。所以抗战起来了啊，各处飞机炸弹，大家求道啊，接点日宗请活佛一样。原因什么呢？你求道了，飞机炸弹，18个人死了5个。这个求道的没死，20个人死了18个，剩2个，这2个求道的没死。飞机炸弹就跑，啪啪啪啪啪，到佛堂这儿，炮弹不炸，他有这个显现呢。我办道的时候，民国32年了，已经上平谷县，半路途中，这阵儿土八路啊，各处捣乱，断绝了。封锁了，不能过去。停了2天，在半路上过去，半路途中就遇个共产党，好啊，差不多给人活埋了。哎，没事，到在那个地方点到了，因为城里佛堂这家又姓崔啊，哎，他上天津接点似的，他到家的大儿子叫人给枪毙了，就这能办呢？我都住他那家里了。啊、哦，晚上啊，机关枪从家里发生这个大，那个时候就这个样子。为什么那时候的人求道呢？求了道啊，都像保险一样，脱界避难嘛。那时候那个诚心的像铁的避难，没有现在像大家讲的那么好的，没有。
所以民国34年日本投降之后，那个大道啊，全中国各省啊有一点点，哦，各省全有啊，各省一个省里有几处佛堂，那也叫有，听懂话吗？日本投降之后，大道发展，顶到民国35年，这有人来台湾。民国36年，我们这方面的刘老先生、郝老先生，人家会说日本话。我一看报纸呢，登着啊，赤坎楼、日月潭、台中公园有这个相片，我们才想起来了。哎，台湾没有道啊！哎呀，听说台湾全说日本话呀，台湾话也不大懂啊。说我们那位刘老先生、郝老先生在日本待多年，哎，没人去，我去啊。我说的，你要说是真去啊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拿些腿子狗吗？我在日本不是随来随往吗？我那个去，我以为你预备吧。就是民国36年春天4月，啊，我都预备三餐，预备钱，上台北。现在我们张先生、李先生，啊，他们都来了，来这儿在台北找房子，一个人不认识，就住着，多么困难。丁民国37年我来的那时候，啊，我们陈大姑36年跟着那个赵大姑他们是练三菜，来了他们又回去了。民国37年起我来之后，他们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来了也没想着待多久，预备待2年就回去了。我预备也是待2年了。回来在这儿38年，大楼不通了，啊、哦，大家全受考了。能不能生活吗？没有办法，大楼不能来钱了，所以我在台中压面条，在台北开杂货店，嗯，维持生活呀。我们离得远还得办道啊。哎，民国38年，台南出考了，给他买的房子，上那边办道。台中我买房子，啊，民国38年6月，我在斗六买房子，城里佛堂，哎，台南出考了，警察给抓去了，叫我们戚先生、刘先生还张老先生，抓了5个人，就给送在台北幽民收容所，就是现在台北延平路国民学校，在那楼上，给待了3个月，不来。生活发生问题啊，这开杂货店，我都是过力了，受风了，得了病了，得了淋巴炎，我都求老天吧，大家给求老天，我也发了心了，我说的我道观不好啊，我自个儿有罪啊，我负这个责任，大家我跟我来的这个生活发生问题啊，求你老人家慈悲啊，多增加我10年，我活到60岁。生活给南昌好了，回来慢慢，嗯，慢慢也没死，没死病也没有好啊。我这个脉啊，跳停了，跳停了。这个又定了民国29年一年，民国40年春天，我翻那个书，有个玉壶啊，《名胜经》，我天津带来的。哎呀，那上头有什么硝烟，我都印了1000本，我各处叫大家看，都在台中成功路，我给你送，叫你看，我从那儿念名圣经，一念，哎，没念到2礼拜，哎，就卖不停了，从那儿好了，这次更高兴了，从那儿办道，斗六各处，嗯，又招考了，民国40年。军法处给抓去了，台中警察局抓没抓着，我们到台北呢，由台北明德通德商行给我们赵德姑、曹太太、陈德姑啊，一共5个人，军法处啊捐那里去了，我那天早晨我出去了没抓去，回来我这想法子这能办呢，一听说送军法处了，可是有样啊，你这个名字它总是个黑名单呢，
我说可以自偷去，他说自偷就可以，就不用啊押了。我过了几天我就自偷去了，到那儿哎自偷去随身不误，打那个保回去判我徒刑四个月。我们好点是判司徒刑四个月，归期我们曹太太他们在里边待了三个月。陈德国有病啊，报出来了，在这待28天。哎呀，在那里边啊，那一天都去了三个人，在那里头啊，晚上睡觉不好受啊，那个人太多了啊。我说判我四个月徒刑，120天。求老师慈悲啊，我待12天就好了，我自个儿发的心。你说这个现在玄妙了。顶到过了3天了，那报告打上去，后来那个法官问了一下子，转过天问问说你委屈几天吗，这是个错误。哎呀，只好说好吧。我说好吧。一个礼拜了，那天晚上啊都过堂了，说即日释放。我先做释放了，批的即日释放。说一问他说你还得打保啊。第8天了，第9天打保来了，保拿来了。人家那里人说你每天给你送饭的，叫他们少几块，你要拿邮政局去得又待1天。那送饭拿去了，应该第9天出来了。嗯，第9天礼拜不办事。礼拜一啊，纪念日。说礼拜二说外国人参观，啊，这一耽误啊，整等了12天呢。哎呀，我说这是我自个儿说的嘛，求老天赐给我待12天，整待12天呢。这就是民国40年，那个道务啊，受考考的全都停止了，好困难，没有人信呢。啊，警察天天监视我啊，这都是来台湾。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世人愚昧，仙佛批训一一应验。龙华大会，3600圣，48000贤，天上果位人间定，白水老人慈悲，勉励大家修道要真修，将来公园国满才有这一份。空整世界，另立天下，仙佛说嘛，上天大开普渡啊，就是选仙，善者要分班，不好的要淘汰，好的要保存，如外还要新选，老母制定这一盘嘛，弥勒古佛这一盘，选择3600圣，48000贤，早有定数，这已经定数了。这3600圣有哪儿选？全世界。现在好比先锋批准说嘛，你是行大功的，当了点阵师的，摊主了，讲师了，办事人员了，由上而下，这全都在数，就如同我们现在考大学一样，报名的全在数的，够资格的有10万，考取有3万。老天的事情跟人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将来龙华大会的时候难攻定夺，什么时候这冤人全找齐了，冤人全找齐了啊，开龙华大会什么地方？在人间，不是在上天呢，在人间呢。和过去末间年老祖是出世，平收万教，万教归一，一道通风，世界才能大通。万教不归一，怎么世界大通？现在呢，我们都看了先佛早已说的，现在我们的考察，现在世界各国各种的宗教互相残杀，教的宗旨全都是济世救人。为什么他教跟教打呢？这就是乐露后天的人心了，不是那个天心了。为什么这先佛说过三期末间年儒教大收缘？为什么儒教收缘呢？你考着世界各国对于孔老夫子没有反对的，各教全要遵从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孔老夫子没有跟他们争，
孔老夫子讲的是有人道入手，没有权柄不是做官，不是争权夺利。所以民国25年以前，先父批的训语啊全这么说，现在我们都看出来了。你看世界各国研究科学，科学进步，越进步世界越坏，造出原子弹来要毁灭人类，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？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研究人生哲学的给孔老夫子请去了啊，给孔老夫子请去了啊。那美国你看见济孔，他说什么呢？科学进步没有办法了，要求世界永久和平，一定实行中国孔孟老子人生哲学。现在全世界各国研究人生哲学，以中国孔孟老子为哲学的鼻祖，人家外国人说的，我们台湾人你看看研究哲学的心太少。所以老天的那个道不是为台湾，也不是为中国人，老天看世界的人类通通全都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修道了，也不分国界，一定要拿出这个天心来。先佛毗黎逊云是孝天法地嘛，人人全都拿出天心来，世界哪有斗争啊？哪有你打我，我打你啊？将来有那一天，善恶分班，万物造见。那老天说过，罡风皆扫视。现在我看啊，哎，就是这个原子弹呢、哦。你看日本扔个原子弹，5分钟20万人消灭了，那个地三年不长草。先说那个逊全有吗？花草树木一概不留。那个时候也没有原子弹呢，人火箭呢，机关枪全没有啊。哈，偷70-80年，哪有机关枪这个名目？现在你看看，全发现了。说一点超生妥轮回苦海，幕后这一招，人不相信啊。我参禅打坐讲经啊，我几十年了，我还没明心见性呢。你说是一点超生妥轮回苦海，他不相信啊。先佛说过，早已你听说，一天都到美国了，你听说过吗？你说他不一定不相信，现在他都有这个事情了。再说我人生登陆月球去了，但人相信吗？现在他都有吗？所以先佛有那个训，渐渐亘古稀奇，亘古以来没发现的，现在全叫你发现出来。所以老天降道，先佛毗黎逊云，过去以往的你全知道了，未来的也全告诉你，那你信不信在你自己了啊。祖师祠成为福山圣迹，从此道传世界各国，开启了道悟的新世纪。白水老人也日以继夜，仆仆风尘，实现了先佛预言道普遍世界各地，印证道不是人为的力量，而是上天明命，万仙助道的大事因缘。跟师母连的，在这个香港，不方便，想法子来这台湾。我跟台北那个那阵就是总统府参军长啊，刘思义刘老先生，跟他联合，他想着方法，回来给师母接到这边来。以后我在台中啊，给师母买的房子，顶到民国50年那时候。我们师母身体不好，哎呀，这才预备百年之后预备这个地啊，是那么预备的，那么预备的。这是一个荒山啊，里头原来有荔枝啊，有什么人家预备卖，这次先佛拨转才花38万呢卖这块地。买完这个地，当初这有2间草房，回来我说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百年之后师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老师师母，我们该留一个纪念呢，就盖这个老土，起个名字叫祖师祠，盖一个祖师祠，祖师祠随便盖啊，
又过了几年，说是这个地方啊，又划在这个张和市，要进建呢。后来我又盖这两边，过了一年又盖这个，顶现在盖成这个样子。顶到民国64年2月23日，我们师母跪天了，跟总统跪天相隔两天。因此这个地大家全明显全知道，就没用这块地。回来我们台南刘先生跪天了，我们郝老先生跪天了，说那边买两尊墓地。顶现在呢，这块地是果木园子。哎呀，我是给将来给本省地方各道亲诚心的，将来拜老祖师拜老母却没有地方啊，所以楼上就揭露，现在就留这么个地方。这些年来，道发展，由南北各处来呀，些个人呢在台中这不方便，所以我才在这边这几年在这儿住。那一来呀，一辆游览车，你到台中，你能往哪儿带？说这全都是您本省人，也是跟老师师母缘分深厚。你看顶现在道务普遍，盖这个大庙现在有40座楼，光台湾呢，现在泰国也办盖庙呢，你看日本那儿盖座庙，各处那个道务发展。所以你们修道啊，你不能看这个人啊，我们修的是老天的天道，认准老师的天命。修道是我们自个儿的命，修我们自个儿的心。前人不好，前人不好，前人有过是前人，你有功没给前人呢，这全我们老师说的话啊。我们老师当初也是普通人，也没做过官，也没发过大财。他说人家得道之后，跟着有一位耿老师办道，回来一年一年的跟我们一样啊。17代祖老祖师不在了，我们老师师母全都是17代祖的弟子。顶到现在呢，大道普遍世界各国，所以你们大家不知道。当初我求道那时候，仙佛说这个话，我就犹豫，不大相信。我们普通人怎么会大到普遍的世界各国去呢？现在你看，都世界普遍世界各国。所以，天命那是上天有命，人拦不住。好比我在来台湾吧，你看看，民国40年军法处判我徒刑。民国57年，警备司令部又给我请去说谈话，又蹲一个礼拜，说是邪教。现在你看看，道务明显了，他也不说邪教了，人家外国全都准许了，我们台湾的还有什么限制啊？这有这几位每年种这个水果啊，收着也就是帮帮啊，吃饭。种点菜，我这里就老了，将来百年之后，你们大家全都奔上人，这都无形之中的归功。墨壶一着，一点超生。大家赶上这个书生姻缘，不能再错过。各位前人追随老前人开荒铲道，皆以成道回天脚趾。有至德大帝、文慈菩萨、德惠菩萨等等，足以证明人绝哪有天绝贵，功名焉有道名高。说刚一来台湾办道，警察说一贯道邪教，各处全给抓起拘留。这是台南的刘先生跪天了，大德真经，
金德大仙、台北刘老先生、清仙大仙、高雄的刘天人、德化大仙，当初全都受苦受难了。由天津来办道，人家立了院来舍身办道，人家撇家舍业就来了。说当初孔老夫子舍家撇业，周游列国14年，度化3000徒弟子，百年之后，后来人给孔老夫子弟子，挑选72位仙人配享圣道。所以天地之间为道主尊，你发大财做大官呢、哎，几年过去了，这个虚荣好看。所以人觉哪有天觉贵，功名焉有道名高。所以会享圣庙的这个人全都是立德立言立功。幕后一招，一点超生陀螺会苦海，是有天命有命师，全都有证据。道真值在什么地方？先说后应，如果说了不应验，谁还信呢？现在已经普遍世界各国了，所以我们赶上这个好机会，你不能再错过。白水老人闲暇时正心习字，挥毫练性，分赠来访宾客或朝圣道亲，不论赐墨宝或题字写诗，对道亲心灵的启迪产生了针砭的作用。国内外各大庙、各大佛堂，处处可见到老前人的醒世语录，真迹墨宝为后进修道者留下弥足珍贵的教化功能与修办座右铭。白水老人生活起居作息非常有规律，晨起运动以八段锦、太极拳、太极剑等作为练气强身的功夫。白水老人比喻，剑能辟邪，能斩烦恼丝，使身心健康，心灵光明，才能传道，平道无垠。那是当初岳武穆传了的八段锦，你看现在武术馆里头，中国功夫报上登的、杂志登的八段锦，跟我练的全都是不一样。我练的太极拳跟别人也不一样。地拖天李三角啊，第二个狮子左右开弓四射雕，剑里脾胃虚丹托，
七上往后跳。大权邓木加吕烈，腰头摆尾去心火，两手伴奏出心界。背后七鞭百病症，这八个式子，这一个式子练这么八下。孔老夫子身包一宝剑，那吕祖爷身包百剑，剑能辟邪，我们自己有一个智慧剑，比较正。现在上外边，他们外边那个舞剑啊，耍看热闹，那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有防身的宝剑啊，去我们自个儿的这种邪念。我这练这个宝剑也叫太极剑，全台湾没有。顺水推舟，流星感应，挑帘式，左右车轮，燕子仙女，大鹏展翅，海底捞月，哪吒探海，犀牛望月，设宴式，又一个设宴式，龙献果，左右乐花，玉女穿梭。雨药龙门，乌龙角咒，南枝点一炷香，风扫梅花。老了练不动，能够拜师啊，供的是达摩老祖。这个练拳的根本是达摩老祖来中国，看看中国修道的，一看早已那时候参禅打坐，坐的100岁200岁呗，可以长寿，人一点精神没有，所以那时候呢，他没得着真传。大木老子来我们中国传的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立文字，一步之超，有动有静，说静是动，静了不动，身体也不强。与社会国家一点利益也没有啊，这个怎么可以行呢？所以达摩老祖教人们练这个拳，练这拳是动中求静，所以往这儿一站吧，提纲吊顶心中悬，两膀轻松立自然，所以肩要松，气能贯丹田，所以静我们得这一支点了，才能够找着这个总枢纽了。说二目首选，一心清净，这叫养心。说我们动作浑身自然，气血调和，这是养气。我们运动啊，调和身体，出于自然，这叫养身。说我们呢，有这种精气神充足，你才能够为国家为社会，你才能做事。白水老人主张修道人格要健全，首重孝悌精神，鼓励后学们人道尽天道乃现，要做到兄友弟恭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和乡邻，重振传统纲常与伦理道德，从亲戚、朋友、邻居、长官、部署产生潜移默化功能。唯有和睦、和谐、合作的同心同德精神，才能缔造一道同风大道场，促进世界和平为依归。
全说我批八字，我四十就死，我三十八岁三期肺病吐血了要死了，顶现在我八十四岁还没死呢。说我们这一点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啊，这个数管不了我们，我们普通人你批八字呢，连相面全都差不多呀，普普通人全都应验，他那数嘛，现在我们超出气数之外，达到五界里了，我们不属阎王爷说管了。有把握，一定有把握啊！你走这条路，他一定拖出去。你们在大路上，你没有经过，早已连老师也不会办这个道，普通三道我没办过，那怎么办呢？各处仙佛显化，大家，诚心的，死了死了叫你复生，全叫你看。这人死两天，他冻成冰棍了，回来打进来叫他火了。这个全都是先佛给这么叫你看，你爸爸地狱受罪了，你不信，你不信，叫你地狱看看去，给你领去，你看去了，回来你知道了。所以立炉立会受先佛训练出来的，全都是舍家贫，全都办道去。现在这几十年的光景，是回天全成大仙了，人家后辈儿孙也全都很好。我来台湾这三十六年了，你们台湾这个诚心修道的后辈儿孙全都很好，你不信你考着去。我们这人你想着将来好，你得给将来后辈做个好模范。刚才我说了，你吃喝玩乐，你希望你儿女好，将来孝顺你，办得到吗？不可以啊。你希望社会国家好，有哪儿说起？你这个人心全坏了，社会怎么好呢？现在老天降道，第一则软化人心啊，第二脱节避难救你身体，根本是救你灵性脱轮回苦海哦。将来天地有毁灭的那一天哦，科学家也知道，这次我们跳出去了，将来天界毁灭与我们没有关系了，世上这全是假的，天地将来也会有粉碎了，哪有你啊？你的肉体不定哪天扔掉，房子将来也送人啊。这说儿子也许死，我的爸爸好，爸爸早晚也死，你自己早晚肉体也得扔掉，哪有你的？可倒是，你想想看，哪有你的？我明白这个理论，你贪心没有了，你贪心没有了，佛家最讲的贪嗔痴为第一三条根，你贪心没有，妄想心也没有了，啊，我一心清净，天天是快乐的，天堂地狱全在人间。要是这个坛主不好，这点事不对，我不去了。我们老师说过，你那是你的福小命不好，那你修道跟谁修？立功是你的啊，你人格高尚，你留名后世啊，与老师毫无关系啊，这个得要明白啊，听懂吗？老伯说过吗？有开天只收天，就这一次，为什么现在大开普渡？人家气数所感啊，科学进步，发明原子弹、火箭、机关枪，干什么？要杀人，要毁灭人类。所以老天慈悲，善恶分班，好人不能全糟践，是诸天仙佛全降世。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人人全是佛性，他得到了就信，就知道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不是活菩萨吗？那菩萨佛祖全是活的，哪有死的？圣人他在世就成圣人了，在世没有人承认他好，是死后所以他是成圣人了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我们在这肉体也是跟圣人仙佛一个样，也是父母生的人呢，就是我们本性迷住了，天天为嘴吃饭，为肉体打算吧，结了婚了，跨着太太呀，孝顺儿女去了，你看看全搞这么一套，这是人情啊，应该这样子，人该这样子，你得有道理啊。你看那个小鸟，喂它长大了，飞了都走了。我们长大了也要飞了，你得创事业呀、啊，为国家，为社会。你看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呢，我们北方的乌鸦多，那乌鸦是小乌鸦，乌鸦会飞了，老乌鸦脱毛，它不会飞了，小乌鸦打屎回来喂这个老乌鸦，这是乌鸦反哺。我们的啊，父母老了，我给父母扔旁边去了。你看，天天帮净灯的，啊，儿子长大了，大学毕业了，
上外国了，或者在台北做事了，他妈妈家在受苦，他也不管了，也还不管饭吃了。你看看，是真是禽兽不如啊！我们是个人，得要知道做人的道理。人道做不好，你烧香啊、念经啊，你念的全是假的，那个香也是假的，你拜佛也是假的。三教的经典翻开你看，没有拜佛这两字啊、哦！你不信看去啊、哦！我们仙佛批的训也没有，你不信你看，仙佛批的训叫你效法仙佛，叫你跟仙佛学呀、啊。我们存仙佛的心，拜仙佛的事，你现在就是活佛嘛。我们人知道这个，赶快自个儿想一想，天时不等人，光阴宝贵，过去今天就没有今天能。啊、哦，我还壮年，壮年，社会上死的人就是壮年多，你看。朴实和蔼，慈悲宽怀，是白水老人一生行道的写照。他老以一股豪情壮志，如大鹏展翅，鸿浩千里，行道六十余年，始终如一。学圣法贤，尊师重道，以一颗坚定的信心，相信仙佛，相信活佛老师，相信师尊师母，是幕后一爪众生爆发。白水老人成道已十年了，他老开创的发一组道场更加蓬勃发展，人才更是一代比一代强。尤其从1988年一贯道台湾总会成立之后，各国相继承认一贯道是众生的明灯，是救世宝法。1991年师尊师母传道60年的感恩大会上，白水老人苦口婆心，语重心长，慈悲指示，道是生活，道是家庭圆满的动力，人人要立身行道，切切实实做到道化家庭，道化社会，才能实践万法归一，平受万教，促进世界和平，达成世界大同的愿景。近十年来，法义组在各国道场可说愈传愈广，愈办愈盛，人才愈办愈多。1996年在美国成立世界总会之后，泰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总会相继成立，尤其在回教立国的印尼、马来西亚，能获得合法立案，可说是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最真实的见证。白水老人的宏愿，但愿济我智，何须求我身，是非常洒脱的道范，如同活佛老师的化身。但愿白水老人的精神常佑人间，德化万民，后学们矢志效法白水老人的德范，以平凡平实平易近人的心，精进内德涵养与谦谦君子的行义精神，以引导后进，切切实实修办，使温文儒雅的道风传承永续。别忘了自个儿的小院。再以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的宏愿，记起白水老人以天心为己心、以师智为己志的精神，代代相授、脉脉相传，缔造一道同风的弥勒大家园。